那个洗肾脾肾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健保做得很好，药开的很多，开的很多，大家都猛出药，吃药不要钱了，啊，吃药不要钱了，啊，然后就有些是重复的，比如说你很多病嘛，有肝病、肾脏病、心脏病，不是看三个医生嘛，他就开三，每个都要开医生，他，啊，有些药是重复，太重，那，啊，你也不知道是哪个是重复，全部都吃下去，那过药量是过多的。那你那个药它是化学药品嘛，现在西药是。化学药品，那化学药品就有，不是可以分解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比较容易分解嘛，所以就容易存在那个我们的神经管道、血管，还有组织器官、身上肝脏，造成堵塞。这大家都知道了。那可是我没有其他方法，那病的抒情啊，大部分来讲啊，用这个物理方面的处理比较快。病的抒情很多都是物理性的毛病，物理性的毛病。痛吗？这边比较不痛啊，因为那边中风，好像这边比较严重啊。对，啊，这边比较严重啊，不痛了，你看，比较没有感觉，这边比较严重。你按下去，我们只是呼吁说。如果身体开始觉得会容易头晕、头痛，或者是哪里酸痛，要处理，不要想期待说我们自己会好，不会，自己会好是不痛了，不是不痛。是因为痛到最后哈，神经已经渐渐麻木了，都不痛，是更严重的不痛，不是好的不痛。尤其你吃止痛剂哈，不痛啊，有时候是神经渐渐麻痹了以后哈，都不痛，那个不是真正的改善。所以我们的，你看我们的理念哈，因为这种大部分都是要靠自己，因为人太多，这种毛病的，这种疼痛的毛病的人太多了，那毛病的人太多哈，太多了，那做这种人又很少，所以是不够的。绝对不够，因为时间花很多，所以你看这个做人就是爱，就是让大家分享健康的福音，要有爱心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使命，自己的健康，自己来负责。所以我们会倾向于哈，那个教学推广，教育这个保健的概念，那怎么样自己去做保健？先从脚下手，从这个脚下手。就是所以每次开班呢，都有很多人来听，
它。这个 OK。嗯。师傅，你快点不行。那个还是躺着，我想给他按一按。哦，好。好、哦。嗯。